全球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慈济新闻深度报道》，我是赖瑞玲。天涯咫尺，大爱不坠。让我们持续来关心，在美国纽约桑迪飓风之后，慈济人的发放行动。风灾到现在已经将近有30天了，天气越来越冷，但是慈济人的大爱温度却是没有任何的减温。根据统计，现在我们的发放户数即将要突破15000户，而持续的发放行动，其实是因为我们发觉许多的灾民可能是因为受难的关系，被迫离开了他的居住地，所以很多人没有领取到物资。因此呢，我们持续的发放，希望补足这些原本应该要领到物资的受灾的重灾户。而慢慢的，随着发放的一次一次的累积，以及在发放现场的抚慰跟关怀，我们也看到了许多的受灾的人成了手心向下的人。怎么说呢？在每一次的互动当中，其实慈济人给予的不只是一份生活包。现值卡600元，还有的就是最亲切的问候以及最谦卑的态度。我们让他知道，在付出的过程里，你并不孤单，也希望让他能够体会到，其实每一份善款都是得来不易。许多人听了竹筒岁月的故事之后，也深受感动，不仅是伸手赶着说我也要一个竹筒之外，他们也穿起了背心来当助人的志工。而在发放的过程里，我们更发现另外一群被遗忘的人，那就是警察了。纽约市的警察有73位，他们这次也是重灾户。他们往往在发放的现场帮我们维持秩序，但是他们自己也是受灾人。这次我们来到警局为他们发放，这群男儿流下了感人的眼泪。他们没有想到，当他们为市民付出的时候，终于有人关心到他们所缺乏的了。领到了物资，他们期望的是要为市民做更多。其实这一份爱的带动跟循环，其实无非就是让每一个人在受灾的时候，还能够感受到寒冬里的这份大爱温暖。每一次的发放，竹筒岁月的说明，善款的这份点滴大爱的这种累积，都透过了一次一次的互动，让他们能够更加的理解。每一次的带动中，更能够看到，其实有爱就不孤单。接下来，我们就带您来去看看，在汤姆斯河市这个地方呢，我们曾经举过多次的发放，在一次两次的发放之后，我们看到了许多的灾民成了帮助别人的志工，现场也是相当的温馨，一起来看看。I'm so thankful for these people that have helped me, and this is the best birthday I ever had. Hallelujah, hallelujah, 学长。在汤姆斯河市的镇北高中，除了当地居民，还有海洋门市和南汤姆斯河市的受灾户。To explain it to the kids and that about why we can't go back home, you know, for Christmas and that, but I really appreciate it. It's going to make a difference. 三地联合发放增加困难度，不过红十字会和政府人员都全力协助。So many people come together to help other people, and it's amazing to me. It's really, truly amazing. For an organization to give money to people, to $600 money, is unheard of. I mean, I've never heard that before in my life. I can quite honestly say I never heard of the organization before.But I'll never forget it. I can tell you that much. That's for sure. 发放的志工当中，除了华人，西方脸孔也慢慢增加。I'm here helping out as much as I can. I feel like it's my town, my beach. I love it and I want it back. So I want to help people. When I came here after I got done with all of my things, everybody's hugging me. I mean, it truly is a very, you can feel the love.And it's incredible. It's incredible. So I would strongly urge anybody that's looking for a really good organization to volunteer for to sign on. You guys are incredible. Thank you so much. 抛开悲伤的情绪，大家开始相信重建路不遥远。没有错，重建的路其实并不遥远。虽然重建里面需要有很多的规划跟安排，不过慈济人在未来中长期的计划里面也不会缺席。除了一方面，我们先为一些亚裔、华裔的这些灾民来做长期的关怀之外，我们也会在圣诞节的时候再做一次大型的发放，希望能够让这重要的节庆里面每一个人都是能够温暖度节的。其实真的是在每一分的善款得之不易，特别是在这一次的桑迪飓风。
风，很多人会觉得不可思议，美国还需要别人帮助吗？其实我们是在救难救急，不是在救贫。因此在这一次的急难救助里面，就有30个国家地区的慈济人纷纷发起了这份爱的带动。像就像是在爱尔兰，提到爱尔兰，在这里的物资可是比英国还要贵啊。那如果要捐现金不容易的话，要怎么办才好呢？在画面上您看到的是我们慈济志工就从生活里省下点点滴滴，当地的这个生活清洁费一年下来既然要10000多块的台币，于是他们自己做分类，自己做清洁打扫，省下来的清洁费用其实就可以拿来捐款了。就是这种由小的地方开始做起，自己礼法点点滴滴的善款不就能够出来了吗？除了像爱尔兰之外，还有更多的贫穷地方，像是在南非。南非呢，不仅是当地的非洲裔的志工也走上了街头来做募款之外，我们的华人志工啊也是巧思进出哦。像是我们做各式各样的义卖，台湾呢非常受到喜欢的炒米粉啊等等的口味，我们透过义卖还有街头劝募的方式，也是让这一个在南非黑色大地里面灌注起对于美国人的一份关怀。很多人会觉得不可思议，我们会要去帮助美国，我们有能力帮助美国吗？其实只要有爱，是有心人的付出，而不是有钱人的权利。爱的带动需要的是一份如同岁月的效应。上人说滴水成河，其实就是讲到点点滴滴的累积，大爱的汇集，不就能够成为一个源源不绝的力量。而这次呢，在美国的赈灾还有一份长久的路要走，还需要更多人爱的关怀。上人在这次行脚的过程当中也始终非常关心美国赈灾的后续情形，不断地进行连线，而在对众的开示里面也不断提醒大家，竹筒岁月善的效应已经看见了，更期待人人要让这份善念持续下去。我们来聆听这段上的开始。所以每一场呢，大家都是很感动。他要来领，先听完嘛，要来领的时候，开始呢就把他口袋里有多少铜板，有多少钱，都会先来放在竹筒。开始来临，我们没有勉强他，只是把故事讲给他听。他们来临的时候呢，都会自动的向慈济人要竹筒。有的呢，一家3个人，他非要3个不可。他们都知道，个人做个人的功德啊。孩子有孩子自己呢，每一天要做好事，发那一念心，每一天要做好事，每一天要救人，这是孩子的功德。那我自己也要啊，我每一天也要做好事，也要发一个救人的心，这是我自己的功德。所以啊，这三个人也一定爱三个竹筒，他就是这样的观念回去哦。所以啊，哦，这几天啊，在美东哦，是大家哦都对这样的竹筒的理念哦，哦是人人呢都很肯定，而且呢人人呢都很能受用哦，大家都在发心啊，所以常常说。菩萨所缘，缘苦众生，每一次有苦难的时候都会增加呢很多的菩萨出来，所以我天天跟他们在分享，这个佛陀都是出在五浊恶世的时刻，就是呢当世界需要的前客呢，这个贤人呐、圣人呐、都会出现在这样的人间。像佛陀的2000多年前，那就是为未来的我们的现在说法，他就已经2000多年前就跟我们说，好，那跟现在的人说，2000多年前刚刚你们有听我说，其实我们的100年呢
的确在佛陀的时间来看是很短暂的啦，所以说来2000多年对佛陀呢还是现在，因为释迦牟尼佛还是我们的教子啊，现在的娑婆世界的教子还是释迦牟尼佛，所以他在2000多年前开始呢就预言到了未来的我们的现在，就是五浊恶世已经呢开始越来越明显啦、四大不调和啊，人心不调和啊，所以人祸偏多啊，那么天灾呢频繁哈、很两岸的那团就有天灾的事情，所以呢苦难人多啊，这个时候呢就是需要菩萨，所以佛陀2000多年前那说了很多的话，当初的40多年哦，那最后的7年他就是讲法华经，法华经的道理呢都是要人人啊成人间菩萨，就是要人人呢了解人间是苦，那都是因为呢起很多很多的无明烦恼啊，计较啊，对立啊，彼此造业啊，就是变成了众生共业，那就会变成了人间的苦难偏多，所以这是佛陀开始说法的，那就从最根本的让我们了解。那我们知道本来我们人人都是可成佛啊，但是你要成佛要先这一些事情你要知道，了解到人世间呢有这么多的陷阱来诱惑我们啊，踏入了陷阱让我们呢不得飘升哈、所以啊佛陀要我们要勇于入于人群，当菩萨无量法门悉现在前哦，那得大智慧通达诸法哦，那佛法不是在藏经果，在每一个人的身上。入人群见苦相，才能够见苦知福，也才能够知道人生的无常。上人不断叮咛我们，其实菩萨所缘缘苦众生，大灾难之中就要有大忏悔，才能够让我们知道更要把握在现在。其实善念的启发在灾难的时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时机，不过更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付诸于行动，每一次的行动里无非是让自己的善念能够升起，也让自己佛陀清净的本性能够逝去无明。而这些小小的这些动作呢，大家可能会觉得不以为奇，不过如果放在小小的孩子身上，你可能就会感受到这份善的力量了。这次的美东风灾之后，其实呢我们各地也开始展开了木心木爱的行动，就像在我们的志业体里面，我们的小学花莲慈济小学的孩子们啊，也非常的可爱哦，他们在老师的带动之下知道了遥远的地方，虽然他们没有去过美国，不过有需要帮助就要付诸行动。孩子们透过老师的分享，就纷纷把家里的竹筒带来，用这种竹筒岁月的方式来汇聚善念，每一个人虔诚的祈祷，无非就是希望能够让自己也能够造福。孩子小小的心念其实就是一份单纯的力量，不只是在花莲，还有在马来西亚。马来西亚呢也长期以来不断的在带动竹筒岁月，孩子们呢常常是啊拿着家里的铺满，也就是竹筒，或者是呢各式各样的方法。不过有个孩子很特别，他是拿他的奶瓶来做铺满哦，因为他希望啊他自己要戒掉奶瓶的用奶瓶的坏习惯，所以干脆把奶瓶来作为铺满。但是如果又想要用奶瓶的时候该怎么办呢？要虔诚忏悔。我们就来看看这5岁孩子，他这份虔诚的善念其实也可以看到大爱的力量。别的杯子我很渴，喝要喝很渴，我要用回奶瓶。全世界有多人看到了，连师太都看到了，师太将也都没有看到。
起了别扭，但五岁的庄和静还是懂得为自己承诺负责。槟城慈济幼儿园推行奶瓶米铺满，总共募了20桶米铺满。现在对不起，我以为你看不到，然后我没有用奶瓶了，我用杯了。找你奶瓶来做吗？奶瓶米铺满这个善举，让小朋友学习舍出宝贵的奶瓶，也让他们了解扩建喜善和教育置业中心的重要性。庄和静带动3岁妹妹一同借奶瓶，欢喜日存一把米。如果他建不出来的话，弟弟妹妹不能去教育中心去读书。妹妹，你还要用奶瓶吗？不要。可爱的举动，一粒一粒放入奶瓶里的米，小小年纪都是一颗颗乐于施舍的爱心。他们在做的呢，就是啊，在每一餐饭之前，把一把米啊抓起来，然后放到他们要捐出去的奶瓶里面，然后把奶瓶里的米越装越满之后，要把这米捐出去啊。其实就是仿效的是缅甸的这些农民，他们没有钱，可是他们可以捐米的方法，无非就是呢，在每一餐的时候都提醒自己，我可以成为助人的人。其实看到童言童语啊，他们当然也会受到了诱惑，也会有烦恼心啊，想到说。哎呀，还好啦，师太你看不到哈，所以呢，我今天就要偷懒一下下，或者呢，想要把奶瓶啊再拿来喝水用。不过，其实问问自己的心，既然已经心意已决啊，要做人，做帮助别人的人，那为什么又要反复无名呢？其实人心就是这样子，上人常常说，凡夫凡夫，反反复复。可是，在反复之中，我们更要有这份忏悔的心。心逢众生，三无差别，我们要对自己有信，对佛有信，能够知道我们自己清净的本性其实本来就具足了，为什么要受无明的烦恼而能够困扰自己呢？上人在这次行脚的时候不断地引用《法华经》以及《无量义经》，无非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再深入经典，对佛起自信。我们再来聆听这段上人的开示。好可爱的孩子哈、哦，这当我清净的那一片心啊，好可爱哦！这就是你说佛陀说啊，人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听到了师公呢，他就很特别的欢喜，他也这么遥远呐、啊，从来都没有来过台湾跟师公见面呐、啊。那为什么在那里呢？听到师公，他就会起那样的尊重的心呢？那么爱师公啊，真的实在是不可思议。但是呢，我就把他认为，他就是佛陀所说的人。皆有佛性，所以他假如是前生来在这里呢有熏陶过的啦，后来呢到了那里去哈、哦，真的这一个熏陶过的记忆还在，这个记忆还在，那样的这个向心力呢会还是很强。不过呢要知道哦，我们啊先天的带来的这一颗种子也会容易被后天的哈、哦、污染过哦，所以啊您爱囡仔甲顾好好哦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曾经呢天真过，但是呢我们都是在人间呢都是受到了很多的熏染，那么我们现在有缘呐、啊，有福啊，可以呢为人生，而且更有缘的呢在慈济，所以啊虽然呐、啊、是天涯海角啊，我们的心都是一样的哦，慈济的大家都是呢没有私心的。
人人都是大爱、无私、付出，是纯正信实的付出，这都是各位菩萨们，你们的心不都是这样吗？是的，一样的，共同的哈，都只是求多付出，不求回馈，都不求，这都是呢，这是真正的菩萨。菩萨呢，为众生啊，总是呢付出，生生世世都是为众生而付出。那么我们现在呢，在人世间，现在的世间呢，有更多人需要我们付出。现在是这个时代的浊气很重，这个时代人的见解呢，很复杂。这个时代里的人呐、啊，这个人心啊，很混乱，哦，烦恼很多。这个时代里的人呐、啊，那就是在生命呢，都是很威胁很大。不管刚刚我说过啊，穿的啊，哦，布料也有，也有毒啊，那吃的呢也有毒啊，啊等等啊，总而言之呢，这个越来越发现到了，在生活中呢都是很不安全哦。那何况呢，佛陀还说啊，三大灾小三灾呢都会在这个这样的时代频频发生。所以说来呢，我们现在就是要多造福，有了造福呢，才有可能哦，那让这个人心慢慢的调和，人人呢转恶为善，恶减淡掉吧。那福呢不断不断的增加，人心和睦呢，彼此之间呢那样的互相的爱护。人心要调和，必须要从自己开始做起。我们有没有让时时刻刻警醒在当下，让自己的善念能够升起呢？看到小小的孩子，他们这份纯真的心灵，再看看战火下那些孤苦无依的孩子，我们相较之下是何其的幸福。幸福的我们更要懂得知福造福，知福造福才能够祥和社会，调和人间。让我们一起为每栋的灾民祝福，也期待天下无灾。感谢你今天收看，再会。